那你去那边那一个洞洞，在那里那个洞洞。走开啦，走开啦，要过国啦，走开啦！哎呦，好远啊！去看看。然后你看星际爸爸雷，我们在玩啊，然后就是考试啊。好，那你出来，你出来，走，我们看别的。你吃的怎么都跟他身体不一样？还有红萝卜，他在那边玩，他还吃玉米，你看那些，你那么吃，啊，那个好像，我那个大猩猩在你前面，你看他走出去，上面那两个。哎呀，直接到他嘴里，看不懂，厉害耶！吃饼干，叶子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看见没有？走，喜欢吃吧。